量的父母每天跟孩子互动，就是在不断的打击他的自尊水平。孩子做什么事儿都不对，你这不对，你这不对。有一个妈妈有一次带一个孩子过来跟我聊天，那个孩子就跟我讲他的心思啊，他的苦恼。我就跟那个孩子讲说上高中应该怎么学习，怎么怎么样，就讲聊得正愉快，妈妈在旁边就一直插嘴说，你看樊老师说的，你看说多好，你看都做不到，哎，我跟你也说过吧，你就是做不到。然后那个孩子就越来越生气，越来越生气，那个表情就是谈不下去了。后来我跟他妈妈说，你出去，麻烦你出去，对吗？因为你让我也很烦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负能量爆棚，原因就是他太在意这个孩子，他的生活当中除了这个孩子之外可能没有别的东西。